来，服务给我洗澡去。都俩月不洗澡，身上都臭了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给我洗，快走走。别跑，站住。啊，这个猪俩月不洗澡，身上都臭了，把它炖了煲汤喝。哎呀，来福，你不是说你不洗澡吗？这是干嘛去啊？先冲一下水，再打点沐浴露，然后给大家表演一个才艺，吐泡泡。最后把泡沫冲干净，再擦一擦就洗好了。真帅，这上个厕所猪怎么找不到了？哎，在那儿。来福好吃吗？这家伙真不要脸，老是找隔壁小姐姐玩。不好意思，小姐姐，这来福老吃你家零食。没事，你上次不也送我洗发水了吗？还挺好用的，还有吗？有的有的，前段时间给了他两瓶洗发水，又找我要。平时熬夜追剧、生活压力大导致脱发的朋友，可以用压这款生姜洗发水。它的防脱护发很好，含有生姜和何首乌的成分，不但可以强发育发、控油止痒也很好。平时爱掉头发的朋友可以试一下。多少钱呢？我转你。大家点我左下角买一瓶送一瓶，才一顿早餐钱。